小白妹，小白妹，你的彩虹虎实在太厉害了，你也给我打一只吧。表姐，谁让你狙击技术不好？可恶，这个是我给你的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彩虹虎，你是个叛徒。他才不是叛徒，他可是我的好宠物。表姐，你以后可别惹我。那我不跟你玩了。表姐，你去哪儿？回家睡觉。一觉醒来，面朝海洋，呼吸一口新鲜空气。表姐，表姐，别看了，跟我出发吧。出发去哪里啊？你不是要新宠物吗？没问题，我们彩虹虎帮你。算你有良心，那我可要好好的挑一挑啊，选一只最厉害的。嗯，这四周的恐龙看起来也不怎么样，大只都是始祖龙，小只又比不过彩虹虎。表姐，你想好没有？本宝宝时间有限。想好了，早就想好了，你过来。就是这里了，青龙凶兽。四大凶兽，听起来就是笨笨的，但是我要先看看。还先看看，进去吧你。小妹妹，快快快，就是它了，一条青龙，有了它，我就是这侏罗纪最靓的仔，把你的彩虹虎召唤出来呀。小表妹，快让你的彩虹虎长点心嘛！表姐，你下次多打我几下，还有好苦头吃。行行行，你快点吧！现在我是本场解说员，彩虹虎对战青龙，小表妹率先被青龙袭击，全身通红，味道好极了。彩虹虎不甘示弱，强大的青龙被控在天上，还好它会飞哦，但最后被彩虹虎逼近墙角，活生生成了肉肉，果然厉害，成功拿到了青龙召唤器了。小表妹，你的彩虹虎借用一下，看我的青龙。一口就把彩虹虎给吃了，嘿，来来来，我现在也有彩虹虎了。表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只要打败了你的彩虹虎，我也有啦。什么？可恶，那我也有青龙。好吧好吧，你把这两只收拾了，青龙就是你的呀。我就是一只青龙嘛，我的彩虹虎出来以后，真把你成为肉肉。哎，表妹，你怎么狗带的嘞？知道这彩虹虎厉害了吧？不过这下我们双双都有最强神兽了，走吧，我们去统治侏罗纪世界。表妹，我们暂时别过吧，看谁能够在大陆里抓到最强恐龙。表姐，你输定了，我肯定是最厉害的。呵呵，话别说得太满，我先四处找找目标。这些目标都是日常见过的，有没有什么稀奇的呢？谁呀，敢偷袭我？好你个迅猛龙！哎，狼也来了，我生气了，我的彩虹虎呢？快点消灭目标！可恶的南方巨兽，惹不起惹不起，还是找恐龙要紧。这是什么 ？BOSS？ 难道侏罗纪也有超级大 BOSS 啊？天哪，是战争霸主还是粉丝设计的？另外一边则是远古神兽。好好好，有了你们的加入啊，我一定有最强恐龙军团。先把这恐龙召唤出来，撑住，给我打败远古神兽。看他的样子是想先打我，那我就来个秦王绕柱，转圈圈转圈圈，成功绕死了神兽。远古魔方这有什么用吗？还是攻击战争霸主吧。彩虹虎和青龙，快点攻击他们。哎呀，一口就狗呆了呀，身为人类的我在大自然面前还是太过于渺小了。好了，这下已经拿到的碎片立马合成战争领主，眼前出现的骷髅飞龙看起来好厉害的。有了，就把你收入到我的恐龙军团里，三只神兽成功将它消灭。现在我有多少只神兽了？当当当，你们看，这些全都是我的恐龙。小表妹这次肯定输了。